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无人机展演呈现给现场所有来宾。待会我也会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无人机呈现出什么样的造型。是故宫南院的剪影，故宫南院的经典视角，以拱形结构横跨在至善湖上的至美桥，桥面呈 S 形，桥上每根拱乐的长度角度都不一样，与故宫南院建筑主体于湖面上倒映出婀娜多姿的不同风景。可以看到我们的至美桥，呈现给各位。准备要变什么呢？大家知不知道故宫南院的吉祥物是一只，有小朋友说了是一只猴子，对不对？猴子呢有移山倒海的法力，它可以将身形任意变大与缩小。这一次夏日亲子艺术月的海报上面有一个哈哈国王造型的原型，就是故宫南院的吉祥物印度神猴哈努曼。的象征中丝哦，待会会出现哦。大家不难发现，就是翠玉白菜。来自乾隆皇帝在他最爱的墨宝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上写的神，空中的神字送给大家，祝大家神采奕奕喽！期许子孙的寓意，故宫南院现正举办青铜器主题展，欢迎大家把握机会入馆观赏。接下来也是属于故宫的人气典藏，月末在宋代到元代间用一块漂亮的黄色闪玉雕刻而成的，是什么呢？是黄玉鸭，而且它的
岁的仆有没有很可爱呢？兽纹为设计发想，现代的简洁线条来表现。您可以在园区的四处找找看，故宫南院的院徽就在你身边。接下来是今天要呈现给各位准备来最后一个图案了，我们一起来期待最后一个图案会呈现什么样子的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哇，这个院徽也感觉到它是360度旋转，可以透过不同的角度来欣赏故宫的院徽。没关系，等一下它会装好。主演的活动，我们用热情的掌声给无人机展演一个精彩的欢呼，好不好？送给他们，太厉害了，非常非常的不简单，非常感谢我们无人机展演所属的公司哦，非常感谢你们为我们呈现精彩的空中无人机表演，也再一次感谢现场所有留到最后一刻的各位嘉宾好朋友们。2020夏日亲子艺术月的活动呢，会持续到8月30号，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我们的粉丝专页官方网站，希望在开馆日的时候呢，你们也可以直接进入到院区，来到馆内欣赏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皇帝的多宝阁特展。今天感谢各位的莅临，离场的时候我要提醒大家，务必记得您随身携带的物品，爱惜嘉义这一块土地，希望大家垃圾不落地。如果你有宝特瓶、矿泉水、饮料罐，还有你们可能吃的食物袋，好，麻烦大家一定要记得带走哦。野餐垫也请记得收拾好来，好，口罩记得要带走，我不要看到地板上有口罩哦，哈，请大家口罩记得要带走。好，如果你要搭乘接驳车前往南侧停车场或高铁站的朋友，我们也有工作人员指引。接下来呢，在南侧的至善湖边都可以欣赏到水舞秀的表演，请大家一定要去支持一下，拍照一下，感受一下故宫南院的魅力。白天很有趣，晚上很浪漫，希望大家暑假有机会都可以来到故宫南院来走一走。好，我们今天夏日亲子艺术月再一次感谢现场所有的来宾好朋友，也谢谢我们今天带来精彩演出的剧团，他们真的非常非常厉害，每一首歌都非常非常的好听哦。所以如果你现在有拿手机的话，除了到故宫南院的粉丝专页按赞，也记得帮我在脸书搜寻一下爱乐剧工厂，好，爱你的爱，音乐的乐，剧团的剧，工厂就是那个工
业生产的那个工厂，好不好？请大家给爱乐剧工厂一个大大的赞。我们希望在台湾呢，由爱乐剧工厂的率领之下，大家可以一起来推广中文音乐剧的魅力。再一次感谢各位，在这里呢，我要跟大家说声晚安了，也再次谢谢我们无人机展演的公司，谢谢现场所有来宾。有机会的话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晚安，拜拜。回去的路上小心安全。